其实你这回来这么长时间还没见着你、啊。我应该我瞎吗？快快快走走走！我还是你们从那边过来的。没有，从那边从那个从那边过来的。苏兰搁这边能过来吗？能。啊？能。啊，搁这边能过来啊？啊，从上我家吃那个农家菜去。行，行，走，上后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今天早上跟我姐夫一起去的苏兰工厂。又订了一批大米，然后呢，我姐夫非得要请我岳父吃个饭。现在准备去吃什么农家菜啊？对，我姐夫朋友开的啊。这两天可给文东累完了，造的胡子拉碴，车都开不动了。刚才我开车的时候，在车上一顿打呼噜，我还想叫他，还瞅他睡得老香了。行，晚上早点休息吧。这两天东一趟西一趟的。爸回来几天了？我回来十来天了啊。你哪天走啊？下月初走。啊，现在腿都好利索了是吧？啊，好利索了。说你的腿不要用力，也不要这个用拿重力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让它受力不行。总之就不能干活。头两天还在这边去上班去了呢。阿姨腰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啊，那你得养。他那个腰不要睡硬板床，然后呢还不能，比方说拖地呀、啊。这样弯腰啊，幅度大的，它容易复发。对，一定要注意。你家亲戚有在这儿的？对，那谁有外甥啊？就是那个和他住的，我大舅哥家。哎，对，那嫂子上次见了吗？对，他家就在这儿。朝中。你嫂子过那边去了？哪天？前天吧。前天过去的。干活没？这去几天能干活吗？没干活。爸就别干了，好好养着吧。行。这就到了，文东说，那个朋友他家的服装工厂，就看着环境还行，挺好啊。那咋的？平时旅游的时候人太多了，宝贝儿。文东的岳父，这么年轻呢，是我哥们儿那个程总。我刚才我以为我说这不说那谁小胖岳父来，我说这么年轻呢，这身材保持。俺俩好像八对八的。李叔，你这身材保持这么好，哎呦我的天！陈哥也经常看咱们视频呢。在韩国啊，是，这不也刚回来吗？刚回来那两天，我说上这来，看看你这环境怎样。你这头一趟来啊？啊，头一次。2015年建的项目，2015年，这快10年了。然后从2018年开始，我开始收门票了。原来是敞开门的，后来就为不收门票不行了，就很进来就是没有消费，完了还有一些危险。我就限制了，就是来我这里买门票进的全准客户，因为他花钱了，然后用这个买保险了。我后边有个别墅，就是咱自己什么用房子。哎，这弄得挺好，我也第一次来。啊，我也第一次。我没请你在这说。没有，那这事怪我。这里面都是啊，反正这都是。这要在我大房下啊，你擦就擦擦就行，不是我跟你说。这东北这果啊，这啥果啊？灯笼果、啊，是不？陈哥，尝吧。糖饼，老带劲了，对吧？大糖饼。哎，是不是这味儿？干啥蒸？对，吃完感觉吐了，要不咽进去。刚才我咽，给我咽费劲。我们关系特别好，哥们一样。对，特别好。来，走。哥每次回吉林，都得跟喝好几场。我们特别好。有一天我在那直播间，小舅子把姐夫给带火了，这逗他呢，咱越刷吧越刷，都刷了。现在给我说说，现在吧，11号从10月这个黄金周之后就进入淡季，咱北方就这样萧条了，这是气温也下来了，然后有些东西就，原来这放爆米花的，放爆米花，这个大锅炖的，带上爆气的。然后那块烤羊，下面还有个水帘洞，
这地方有特色也罢，是吧？嗯，这正常，这里面都干净的是水，帮孩子啥的。到夏天五一十一的时候，对，人每天都入园人老了，排队。这个景区里就是游客最多的时候，突破万了，万人，当日全人，你说是对，全人。这市里从哪边？国家五 A 级乡村旅游。咱得干个五 A 级的，国家发的国家五 A 级，必须的。哎，我问你，一会儿还是咱这收？我的，您那五 A 是自己接的？那开玩笑啊！吉林省农业国家五 A 级乡村旅游啊，吉林省西安，国家三 A 级景区，松花湖是国家四 A 级景区，闹呀！朱雀山国家四 A 级。旁边是朱雀山吗？啊，这边是朱雀山呐。一会儿就在你看那石头呗，那就朱雀山主峰。朱雀山一会儿在上面能看见。哦。主峰玻璃栈道什么就在那儿。朱雀山在这边。对对对，挨着朱雀山的。夏天吧，这院里就是烧烤，一家一家的。啊。还在住啊？一间地啊，里面这入住环境都挺好的。哦。那什么洗手间的、洗面室啊，在这院里自热款的烧烤。啊。这夏天是可受欢迎了，这健身农场，对，它就远了，远了，这倒个呢。你不说不干吗？走。这个梨叫唐梨，故事咋来的呢？现在你看周边村民，原来咱们农场没到这儿呢，我是后扩过来这些。他是牛子厚诞生的时候，牛子厚的父母为了给他庆生。栽的这么棵树，大概是1866年，我看啊，哎，1866年的，那是光绪年间啊。创始人那是祁连城什么的，这不是牛子厚吗？啊，那是光绪，这个我没说错去啊。啊，我这也是，我也没说错，1866对。嗯，都是这棵树，你看这是不少村民，还有这游客，这都是绝对非常好吃。梨园，梨园是这么来的，就有三米，共有三米。这个洞吧，原来呢是一个天然的洞，但没这么大。这个洞里面，一个是冬暖夏凉没得说，再一个主要是我夏天在做餐厅。啊，这里。平时是做一个观赏，等夏季了天暖和了，里面因为常温呢，餐厅能弄餐厅，你进屋就知道了。特别好，真的。这一般的家庭聚会，或者是吧，什么单位啊什么的，这大桌。很壮的是吧？对，电动的。啊，电动的。啊，中央电视台来两次，报道完了，一次是直接在央视播了半个小时，整整半个小时专栏。吉林省乡村旅游，对，以后可以看国家了，这个是国家主张。我跟你说，我小前俺家大概就这样。对对对，啊，不这样吗？对对，连腰车都有啊。城里孩子一般不知道。对对，王峰能知道。我是班知道的。我是在这院里就是那个啥。那个我李国强，李国强，李国强丈夫啊。啊。这都打车去。这电视操控的，对吧？那你觉得咋？还能真家吗？这话是在上哪整的？这玩意是不是？嗯。拍乱了咋行呢？是。那小钱儿，我跟你说，刺个葫芦脑，在这里边嘎。对对对对。葫芦。哎呀，他们有好。小钱塞牙了，不用扎，这玩意儿嘎刺个里边，记着不？在抖音上，他们很多拍乱了都是用这样的。对。嗯。怀旧嘛，80年代。哎，对，80年代。哎呀，这大叶子80年代，这要问题60-70年代，这看着吊顶儿，哎呀，
这个钟也是有年代感啊，古代的。还有这茶缸，古董。嗯，电视最古董，那是吧？绝对。我们家原来有这个哈，就是八频道、十二频道，然后还能收到四频道，然后吉林市啊，就这几个频道，四八十二。然后电视台不清了，拍拍。然后上面外面转杆，外面转杆，对对对，原来搁车圈呀，老搁是吧？对，年代感了，都是回忆。大徐哥，大徐哥，东北大酱，大酱块儿，这哎，咱潮州应该也有，是也有，潮州也这么叫吗？那咋的？差不多，咱北方有不少都融合了嘛。这以前叫家伙事儿。门头叫这干啥的不？啊？那个？嗯。嗯，花盆啊，啊，是吗？就这嘎达吗？那模子嘛，咋的？做饼的啥的？啊，做胡萝卜的，对对 对, 对。这个呢？你知道这个能看这错子啊？这个嘎达嗯，这个啊，我、哦、这不知道。这玩意儿吧？对对，全名儿的。嗯，像全名叫啥玩意儿？巨大缸。嗯，巨那可不，二人转不唱那个呀？勤劳致富。这还飞人牌名牌呢，那个吧，啊、几大件儿这都。以前谁家有个这缝纫机老牛了，不是原来老上海的上海牌也好吗？蜜蜂是最好的，蜜蜂牌是吧？蜜蜂是最好的，啊、这是飞人，飞人也是老牌吧？这是好玩意儿，那还有狗皮帽子呢，就这画儿，咱小前印象最深。哎呀，这个是吧？这画一般人家家都有标配，这个你看，对对对，伟人呢。家家几乎都有，这个也挺经典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东北的几大怪啊！生个孩子吊起来，然后窗户纸糊在外。啊，哎呀，这玩意儿以前又吃。我记得我爸孩子就什么，我哥家的孩子吧，晚上闹吧，啊，不乐起来，拴个绳子，爸躺着俩就搁绳子上面拽，那都有。成了你这个东西吧，成了，对对。让下湖的，我头一回来这儿，我就提着呀，我哪儿没喝过？风调雨顺，水稻。这是高粱，那是高粱好玩啊！这个酿酒和高粱米饭啊、嗯，对对对，是粗粮吗？对对对，高粱。走啊，吃饭吧，那个叔都饿了，都中午几点了？啊，走走，走。哎。